我叫王佳玉，场上踢右前卫。他呢，也打枪轰的，那个应该说心理状态啊等等比较好啊。就跟他平时说，你有英超的胆量，但是没有英超的技术。就反过来说呢，他技术上他比较粗糙啊，粗糙。不怕没能力，就怕不努力。王佳玉平时训练的刻苦，弥补了他技术上的不足。徐根宝曾送给王佳玉“悲球汉姆”的绰号，因为和贝克汉姆一样，任意球是他最擅长的。联赛中，王佳玉多次被球队罚进任意球，成为队内的最佳射手，而这一切都是他背着球练出来的。勤奋加沉稳，让徐根宝放心地把队长袖标戴在王佳玉的手臂上。甚至在王佳玉累计三张黄牌停赛时，徐根宝也要破例带他随队出征客场。第二，叫他看一看，因为他一直在场上踢，叫他在场外看一看，可能旁观者清嘛，队里有什么问题，你下次应该是怎么样。在场下看的时候，我感觉这种怎么处理球啊、跑位更清楚一些。在场上，我感觉就是有时候还不是在这么清楚吧，我感觉在场下看也能收获，就是什么时候该传，什么时候该带什么的，这方面应该可。王佳玉身上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，颇有当队长的潜质。现在他正学着比赛中如何顾全大局，如何成为场上核心，努力向成为国家队队长的梦想迈进。